琳琅中医的朋友，你好，我是娄少坤。今天我要讲的呢是《伤寒论》的第十八讲。我们还是继续呢，桂枝去桂加白术茯苓汤的这个话题。到底是去桂呢，或者是去芍药？这个是千年的争论。同时呢，我们对这个问题呢，又不得不把它搞清楚，因为它牵涉到很多的中医方证理论问题。我的看法呢，桂枝去桂加白术茯苓汤啊，这个方证啊，不是一个方证，它起码是有两个方面的情况。一种呢，没有发烧、没有外感的情况下的一种虚盛状态的个羹汤证，同时伴有呢心窝部有不适的感觉和呢小便不利，这是一种情况。这个牵涉到很多是杂病，很多呢是颈椎这个不舒服的状态。这个就像前面我们上一课讲到的，医院里边要祭司的那个走路的这个状态，整个颈部紧绷绷的，最后呢用这个方治好。另外一种状态下呢，是由于外感病汗下以后，它仍然呢还有头项降痛，心窝部呢感到呢膨满感，又有心下动悸、小便不利的状态，它起码有这样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上节课我们已经那个例子为核心的呢，我们讲了一些情况了。接下去呢，我们就讲在外感热病过程中发热啊，这样情况下呢，你呢判断呢有发汗的办法或者下的办法，最后出现呢一种辩证。正在准备以程秀元的一个医啊，这个医案呢，发生在嘉庆年间，吏部的谢之田先生会亲。他呢这个人呢患头项降痛、身痛、身下满、小便不利，已经吃过解表的药、发汗的药，但是没有汗，反而有点烦躁，那象呢宏大。程秀元第一次看的时候呢，怀疑呢这是太阳阳明合并。你看为什么怀疑有太阳阳明啊？太阳的这个症也比较明显，头项降痛啊，出现无汗啊这一类。阳明的脉证呢也比较明显，你看那像红素，同时呢烦躁这样情况。但是他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了很长久，最后的结论呢是前面这个病啊还没有治疗前，这个人的病呢是无形的太阳。现在看来，这个人啊，他那个小便不利、身下满这种情况呢是有形的太阳。他意思说是太阳病，其实呢他还有水饮啊这种在里面。但是呢，有形的这个太阳啊，假如通过小便啊能够通利的话呢，所有的病气呢就会随着无形精气的发汗呢就会解掉。所以它这里牵涉到太阳有两种状态，一种应该发汗，一种应该利小便。现在这个他已经发汗了，但是没有效，可能他认为呢应该利小便才会好。虽然他还有一点表症，但只有通过利小便，这个表证才会好，所以他用这个方子，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一服呢，这个药吃下去呢就好了。这个病例啊，就告诉我们，在有一种你看去还有表证的情况下，假如还有一种水的停滞、小便不利的话呢，特别是这种表证，它不仅呢还表现在无汗，甚至有的呢是关节痛。他这个头项降痛这种情况，你不通过利小便啊，这个表证是去不掉的。但是我的意见呢，就总是在这个利小便的时候呢，也对表证应该有所照顾。这个呢，清朝的徐灵台他在《六经病变》这本书里面他就讲过，他说发汗利水是治疗太阳的两个法门。发汗呢有五种方法，利水呢有三种方法。然后具体他也讲到了发汗利水这两个法门的时候呢，他举例，同时我们也讲到了，假如这个水停留在膀胱，小便不利，这个就是水气在下焦，应该呢通过呢利小便，才能够把它这个表症解掉，才能够把太阳病去掉。
水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四液。它也就是说，碰到一个太阳病的时候，你要把它解开有两种方法，不仅仅是就是发汗，利小便也是解表的一个治疗太阳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有时候呢，这两种方法呢，特别是已经有水小便不利剩下流水的话呢，你光是解表是没有用的啊，它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去桂啊还是去芍药呢，主要我们应该知道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的治疗目标呢应该是什么呢？它这里呢总的目标身下满微痛小便不利，但是呢对于它那种头项降痛无汗发热的这种已经处理过的表症呢，我们也是要照顾到的。为了呢是利尿解除身下满微痛小便不利的情况，而解除这个的同时去解除这种表症的时候呢，我们反而应该呢先把桂枝去掉，因为桂枝呢驱表比较厉害，它这样就会影响到它的利尿，所以把桂枝要去掉。它这个方里边有的人说，为什么去桂啊，为什么不是去芍药啊？你看这个病身下痛微满是身下痛啊，不是胸闷脉促，胸闷脉促应该去芍药，身下满胃痛就提示这是什么症啊，这就是芍药症。同时小便不利，它这里有白术茯苓，芍药和白术茯苓在一起也能够利尿。我们来看看经过了这几千年的争论以后，现代的经方家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李同宪老师呢，他那个《伤寒论现代解读》啊，这本书是学习《伤寒论》的时候呢也是必定要看的一个参考书。他呢对桂枝去桂加白术茯苓汤他是怎么样说的呢？他说解读这一条在中医界呢是有极力的争论的，争论的焦点呢就是去桂啊还是去芍药啊，他的病机是什么。按照现代医学的观点，感冒经过发汗再经过腹泻，如果感冒还没有治愈，可能出现的病理状态是什么呢？他说就是水和地液质它的混乱和呢感冒这两种情况并存。在临床表现上呢，头项降痛稀稀发热无汗，这就是感冒表症还没有治愈。小便不利就是一种水地液质整个呢混乱啊，是盐是水的表现啊。身下满胃痛就是胃部的胀满轻微的疼痛，在这里还是应该讲这边可能有停水，因为我们接下去是白术茯苓嘛，他这里讲就是讲到胃部的胀满轻微的疼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表症未解，再也不能用麻黄桂枝发汗了，保留芍药呢就是针对身下满胃痛啊，因为芍药呢有解除胃肠道平和肌痉挛的作用，在用了下发以后或者腹泻以后，胃肠平和肌呢处于一种轻度的痉挛状态，所以出现身下满胃痛，所以这个芍药是去不掉的。但为什么去掉桂枝呢？用西医现代的药理学角度来看呢，桂枝里边有个桂皮券这种成分，能够使胃肠蠕动亢进，蠕动亢进嘛就会腹泻了嘛，刚刚泻过你这个放进去呢可能是促使它腹泻。还有桂皮的酸对于大老鼠在实验里边做过也有清泻的作用，就是说桂枝在这里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腹泻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桂枝应该去掉而保留芍药。李同宪老师呢从现代医学现代药理学这个角度呢来看，他说也应该去掉呢桂枝没有错。我们看看胡锡树老师，他对于这个既有一点表症又有小便不利他是怎么看的。他说说一个感冒那随便吃点发汗的药就可以的就会好的，但是他要是明显的有小便不利呢，身上发热呢等等呢，你要是不利小便了，他这个表症绝对不会解的，绝对。你看用这两个字，他该用的哪一个解表的药呢，当然还是要用，但是呢一定要这个基础上要加上利尿的药，不加上利尿是不可以的。
治疗这个小便不利才行，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他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就是在表证还存在的时候，假如有小便不利呢，你的眼光不能看到光是表证，而是要对这个小便不利要正形的考虑。伤寒论它的药物运用教给我们，即使是经验，也是一种方法。桂枝汤，你无论是去桂呀，或者去芍药，我的意见呢，就是说你不管是去哪一个，或者是加哪一个，加附子啊，或者加杏仁厚朴啊，最后总要方证对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是和病理状态，基本上都要应该符合，和现代的病理这种讲的这种姿色也应该符合。但是更重要呢，应该临床的疗效作为标准。总之呢，伤寒论对药物的运用啊，已经达到这样环环紧扣，去一个药，去这个，去那个这样的地步。这些现代医学有的东西还难以想象。一个感冒的病人，又有随地就是混乱，又小便不利，治疗的时候要考虑到，不要把解表解得太厉害，不能用桂枝、用麻黄，而是稍微照顾一下解表。这里主要还要通过利小便，小便利了以后，反而表也会解掉，这个热也会退掉。你看，这种处理的办法是非常巧妙，是古代不知道多少医生啊，通过多少病人，经过多少年代总结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现在呢，我们看看日本汉方家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汤山治石啊，可以呢帮助我们呢攻玉呢。以果的他们的那种对于条文的看法呢，我们也看看。他们呢，特别是研究康之本的这几个医生，远田裕正啊，他们就是要我们有时候要看问题的时候，就回到前经方时代的那个纯真的那个童年，就是从流溯源，返璞归真，从起点看。起点看呢，在康治本，你看它的药物排列，它这个方的药物排列是芍药3两，甘草2两，生姜3两，大枣12枚，白术3两，茯苓3两，它是这样一个排列，这6味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呢是3个药剂证：芍药甘草一个药剂证，生姜大枣一个药剂证，白术茯苓一个药剂证。他们这个药剂证，两味药组成药剂的都连在一起，而这种规律呢，在宋本里边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宋本这个方子，你看，芍药、甘草、生姜、白术、茯苓、大枣，这里呢，你看生姜和大枣拆开来了，同时这个方它的名字也已经不一样，它是桂枝去桂枝加茯苓白术汤，而我们。康之本呢是白术茯苓汤，白术摆在前面，整个康之本里面，白术和茯苓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白术在前面，而这一点呢，在宋本里边，我们已经有时候呢就已经混乱了啊。你看，方的药物里面也是白术茯苓，但是整个汤的名字上又是茯苓白术，同时在这个方的后面一个注解，一个呢有句话里面他说。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怎么说呢？本云桂枝汤，今去桂枝加茯苓白术，他又是呢，茯苓在前面，白术在前面，所以总之讲，他对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视了。也就是说，他药剂证的组成这一点上，到了那个时候呢，已经呢有点遗失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这里还要进一步的看一下日本汉方家。他对于这个从水的角度来出发，特别是远田裕正啊，他说呢，白术它会抑制经过皮肤和经过消化道的排水反应，它改善血管内的水分的减少。由于这两个抑制了，他们的排水嘛，血管内的水分减少就会得到改善了嘛，这样就促进了经过肾脏的排水反应，所以他最后能够利尿。茯苓的基本作用呢，也差不多，也是抑制皮肤和胃肠的排水反应，改善血管内水分的减少，最后呢，促使了经过肾脏的排水反应，就促使利尿。这两个是一样，那两个的药是不是都一样呢？我们通过对整个
《伤寒论》有关有茯苓、白术的这些方的研究呢，我们就逐渐的知道，茯苓和白术都有一种呢，前面讲的利尿的作用，但是呢，茯苓它的镇静的作用啊比较明显，对神经系统那种亢进，它有一种镇静的作用比较明显。白术呢，它对于头晕这个作用比较好，同时呢，对于皮表的水、关节的痛，它的作用比茯苓好。我们这里呢，看一下杨大华老师薄薄的一本书吧。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没有出版的，是在网上看到的，叫《药证生创》。它里面这段话，对于白术和茯苓的作用呢，他研究得很深刻。他说呢，张仲景经常呢，把茯苓和白术配起来，作为一个药剂证一样，进行治疗身下有水饮的病症。一般会看到呢，这种病人呢，就是有口渴和小便不利。这个呢，就是白术和茯苓这两个同时能够治的共性。他也提出这个问题了。那么，茯苓和白术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他说，从张仲景原文来看呢，这句话大家留心听一下。服不满的人可以使用茯苓而不用白术，这个就区别开来了。肢表的水，就皮肤、肌肉外面的这个水，都用白术，而小用茯苓。他举例啊，金匮里面他治疗那个皮水，为什么用月碧加白术，而不用月碧加茯苓啊？茯苓利水嘛，你说不是一样的吗？他就是说，因为这个肢表的浮肿嘛，是肢表的水，一般用白术。肢体关节的肿痛，一般也用白术，小用茯苓，有时候用茯苓也有，但是大多数用白术。举例，好像桂枝芍药知母汤啊，甘草附子汤啊，去桂加白术汤啊，它这个就是桂枝附子汤去桂加白术汤，这是治疗痹症的。这个呢，在康子本没有，在宋本里有这个方子。他说呢，都能够，就是用白术和附子的配伍，走脾中、走水气这样的作用，这些方里面都是白术哎，而不是茯苓哎。他说，不仅是肢腹的水，大部分呢用白术，而不用茯苓，而是身下停水的重症。身下停水的这个不是重症，我们邻居之肝啊，这些两个都合用的。假如是重症，一般也是用白术，不用茯苓。举例两个方子，就是金匮的一个止泻汤，止泻白术，还有呢止暑这个汤，都是白术和其他药配伍。而不是茯苓，可见对于水饮来讲，茯苓是不及白术的。假如镇静来讲呢，茯苓呢远比白术更好。所以治疗那些剧痛啊、惊恐啊这些处方呢，可以没有白术，但是绝不能够没有茯苓。这段话蛮长，看到这一段话，不知道杨大华老师付了多少的精力，付了多少的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这是研究的非常深刻的，所以我们要仔细把这段话读想啊，想几个问题呢？你看，有茯苓的、没有白术的那些汤，是不是都用于镇静啊？大家想想，你看，柴胡加龙骨牡蛎，它里面有茯苓啊，它没有白术，它起什么作用啊？胸闷烦津，现在大部分用治疗很多的失眠。当然有应该辩证的胸气苦闷啊这些啊，总之治疗镇静的吧，它没有白术。半夏厚朴汤它里面有茯苓，没有白术，它治疗烦躁，咽喉里边出现梅核气，西医说是疫病，也是精神方面的一些状态，所以它也是起镇静作用的，它也是有茯苓，没有白术。还有茯苓四逆汤，就是四逆汤加人参加茯苓，它这个有烦躁的。是一种肆虐里边的一种重症，这里又四肢冰冷，这里人呢又腹泻止不住，这里又出现烦躁脸红的这样一种状态，他用茯苓，为什么？也是镇静，他不用白术的。大家想想，刚才那个白术呢，他这里就例子比较多了，有月碧加白术啊，桂枝芍药知母汤啊，甘草附子汤啊，桂枝附子汤去桂加白术汤啊，止泻汤啊，止暑汤啊。
刚才在这个条文里边讲了，这里呢还有一个他提到而没有讲的，希望大家回去自己思考。这个思考你把书翻来翻去照照看，就肤莽的，肤不莽可以使用肤苓而不用白术的，这个在伤寒里边，在金匮里边，它到底在哪个地方表现出来？当然我们可以不就限制在康治本，要把宋本啊这些都要看看，看看能够不能够找到答案。神农本草经它里面提到呢，芍药是能够利小便的，但是呢芍药利小便呢，它大部分啊都是跟茯苓白术配伍，一般芍药在这样情况下它不和桂枝配伍去利水，所以我们这个油桂枝要把它桂枝去掉，桂枝去桂加白术茯苓，也就是说芍药白术茯苓配在一起，它不仅吃芍药能够止痛，不仅能够补阴，而且还能够利水。这样的方剂大家想想有哪些啊？在我们学到的平时碰到的，你看刚才这个就是嘛，桂枝去桂加白术茯苓，他故意把桂枝去掉。另外一个呢，真武汤大家想想有没有啊，附子汤有没有啊，都是芍药茯苓白术在一起的。这样我们对一个方里面的这些重要药物的配伍组成啊，我们慢慢的就会熟悉起来。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